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月美 ，Sorry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新的地图，它叫做 Crazy Island 疯狂之岛。那么你们刚刚应该有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就是这个，耶、yeah! ！我有蜜蜂啦，开心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玩这张地图吧。哇，嗯哼，应该就类似那个吧。嗯哼，对，这应该就类似那个叫什么太空的那个地图吧。给了我们一些不错的东西。那么，这是我们的本岛。一开始好像要下去的吧？是吗？那有个东西，应该是。小屁孩，走开！我不喜欢小屁孩，小屁孩，小屁孩，就是小屁孩，走开了，小屁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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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打了！这什么？对，是生怪的，把它敲掉。好。打小屁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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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小打小屁孩，打小屁孩。啊！我操！我操！等等等。我先这样上来，从上面挖下去。有了，掉了。现在呢，就可以来打这小屁孩，小屁孩，小屁孩，屁孩，屁孩，小的屁孩。有哦，披风还在哎，好帅、啊！好了，还有哪里有三块砖？嗯，不错耶，谢谢作者。
哦，一大堆蛋糕哎。嗯，蛋糕不能重叠，那我们，哎，刚是这样拼的，真的。哦，它是拼 LOL。那我们拿走一个蛋糕就好。好，我应该全都挖过了。如果没有全都挖过，那这样就在下面告诉我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本岛吗？哦，这里有金矿，又有了。我们看下一个岛是哪里吧。等等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他刚刚刚好有五个羊毛，所以，对，所以刚刚好，应该是一个岛都会有一个吧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去吧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去，他第一个是白色羊毛对吧？我觉得白色羊毛应该会在那儿，所以下一集我们就去那儿吧。那就像这样顺时针的过来。好啦，那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